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哪个是范丞丞啊！我给你录一下。你拍吧，阿姨，你拍着哪个是范丞丞，哪个就算了。阿姨，你关注一下超话不？给你们录一下啊，范丞丞啊，范丞丞，我也不知道哪个。女孩指哪边？对，男的。我们男朋友跟我两个人在一起两年，胖了70斤。可以，谢谢。那您呢？哎呀，这说证明太不好意思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绵羊啊，在这里呢，我希望呢能够给我的自己的这个人生呢，争取一段幸福的这个经历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想在金条这个平台呢征婚了啊。好，就是这样了，大概是。好，说的时候可以拿下来啊。他长得像张艺兴。我就是张艺兴。我也是对的。我不是。是搞笑艺人，那也是明星。这个是谁呀？许佳，耶许佳，中国的吗？当然可以。好笑了，好像杨幂，你好，我是，嗨。你是杨姐。我是杨姐，你好。你是在河南关太久。关太久。杨幂。怎么一路上都没有人叫邓伦的名字呢？真的。然后没什么人认识你。说往里走。比什么？电视还帅。你再说一遍，再大声说一遍。比电视还帅。我没听见。比电视还不要脸皮。闭嘴。大伙儿别闹，让你说，先坐下。听我说。听我说，大伙儿剪掉镜头的时候，我们小帅哥走前面。Yes, of course.